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《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》和平精英啊，非得来皮城作死，真是！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来皮城啊！我去的，我真服了。喷子，哎呀，我最喜欢的喷子，小连喷。小连喷，小连喷，风刺。我最不愿意来皮城了，皮城太乱了。打不过，主要是我换迷你吧，还是子弹装不下了啊？捡了一堆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一把喷子，一个狙或者是连狙是最好的。这我捡它干嘛？扔了。来人了。真来人了！我这耳朵可不是浪得虚名，我就是眼睛有点瞎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有啥物资啊？汤姆逊。西式手枪，汤姆逊也行是吧？打开麦克风交流。我没开麦吗？我去，我白活半天。我说你们怎么谁也不开麦，啥玩意儿？原来是我的锅。喷子子弹，我拿出太多了。开了。啊，开了开了，我也开了。喷子子弹应该是够了，别离太远啊，尽量。一根针，我啥也捡不起来了，我连个包都没有吗？我需要子弹。给个包啊。背着两把枪也行。啊，有了，有个背包。二头二甲。捡个手雷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大哥，我是自己人呐，你什么鬼呀、皮城有一个车库吧，我都不怎么来皮城。喷子子弹50发够了吧？能杀几个？可以了。雷 DBS 最好是有个带背镜的。来人了，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，吓我一跳，我去，怎么俩人啊？喷子我得留着，这个我不要了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消音喷呢？子弹你都不要吗？
你们人呢？跑哪儿去了都？三倍镜，真好。慎总，那个二号干啥呢？二号走了，别打我们车呀！我去，二号上车，这个地方有点危险，等会儿还能有人回来抓人来。二号走了。赶快离开这儿，这边危险，打不过。慎总，这车怎么斜着开？你肾疼啊？没捡包，下把亏平你。行，你不都得亏那个厉害的吗？我也不厉害，你亏我什么玩意儿？咱们去哪儿啊？研究所啊？摁喇叭干啥？你能打过谁呀？摁喇叭，作死啊！有盒，俩盒。卧倒，前方发现敌情。哎呀，一辆车灭队，什么鬼？咱们现在打的是不是低端局？怎么感觉敌人都有点傻呵呵呢？冷静，先救我。那边有空投，不是超级空投。前方有危险。冷静，先救我。冷静，先救我。薛梦，你再叨叨，我就把你卖币了。你们几个名儿都不一样，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谁是谁。问啥呀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给我问懵了。为什么要把我的卖币了？啊，你一直跟那抠那个语音。干嘛去了咱们？那超级空投在哪儿呢？卧倒，前方发现敌情。你开吧，你开吧，你开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干哈呢？搁那儿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在哪儿呢？超级空投啊？那边有个自然空投，小空投。前方有危险。超级空投在哪儿呢？那边海边容易挨揍啊，那儿。咱们还能到地方吧？到那空投再让人捡完了。感觉有人呢，我怎么一卡一卡呢？有人，草丛里有人，找个安全区呗。你们这车停的，那包没捡的吧？上车上车，捡包去。慎总上车去，快点，待会儿来人让你干死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
冷静，先救我。别搁一个地方待着，走啊！看着有人了。咱们玩的是不是低端局啊？怎么感觉人都傻呵呵的呢？我这里有物资，你们拿吧，你们拿吧，我不要。走吧，走吧。肯定是低端局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一车给炸没了，等会儿还剩40个人，还去 P 城干嘛？去这儿吧，去这儿吧，我标点那儿，往左拐，往左拐，往左左左右部分吧，左往左拐，不是真有人不分左右吗？小伙伴们，不分东南西北我能理解，有个空投，哎，这车为什么离那哪儿那么远呢？翻过了是吧？捡过了，捡过了，走。我标点那房区可能有人。我加油，我加油。可是停一会儿吧。这车停的。你这正好是让人揍的点。OK。卧倒，前方发现敌情。哪有人呢？我去，有人发信号枪了，离我们不远，去找他们去吧。两发，两发。二号，二号，快点，快点，两发，两发，去抢他们去，别让他们抢了。那儿看到没？前方有危险。停车的话，停在那个有房区或者有那个什么的地方，掩体的地方啊，别直接呼上刀一脸上。这是哪儿啊？研究所那方向挺远呐。这哪儿啊？真是研究所那儿啊？我去轰炸区，前面还有个空投呢。那边还有一个啊！哎，我去，我怎么死了？哎！谁扔的雷把我炸死了？
自爆了。这人死的傻，我这。薛梦，你把我们干死了！我去的。你谁干的？这死这个窝囊啊！